今天早上邻居家给我们送了个芋头，他说从地里面挖回来几天了，然后他们吃不快，拿一个给我们尝一下。刚好我们前几天买了一只鸭子，还剩半边了，我们就用来炒鸭肉。小小，今天你炒鸭子，好，我来削这个皮。要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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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得。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客家话也很像四川话。四川桂林。这是槟榔芋还是香芋啊？槟榔芋。槟榔芋啊。上次我们还到他们家地里面去挖过。这样。就在那个我们那个茶树林那里。我觉得我们也给他们送一点什么吧，我们家的黄瓜很多，等一下给他们送一点。要的。这腿我们就不留了啊。嗯。下手了，这个切成两半去，好硬的，很多那种那个什么的姜啊，那先过油炸吧。其实芋头这样炸了一下也很好吃的。对呀、啊。我在下面炒鸭肉啊，啊，我就炸芋头，这样多快呀、啊！分工合作。倒入炸好的芋头，让这个芋头把这个汤汁给它全部吸收掉。哎呀，加点葱，可以起锅喽。这道菜的精华在芋头。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菜。